等一下那个爆破戏，就是我是武装，然后加现代车的爆破，来一个呈现一个多元的冲突感，花了大概200,000了，就是预算的，这周我们预算的20%了。3、2，等等，后面有路人，等一下。古装手游的玩家可以去下载此款《琅琊榜 3D》这款游戏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by， 今天来拍摄《琅琊榜 3D》，也是我第一次穿古装，要带你们一起来穿越时空。还有在脸书搜寻我的粉专 Baby， 帮我按赞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s 艾瑞斯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拍摄《琅琊榜 3D》。我觉得我自己还蛮适合古装的，而且我又是黑长发，而且加上这边的那个场景选的非常好，古色古香的临安泰古厝，我相信这支片应该会拍的还不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墨金，很高兴这次可以参加《琅琊榜 3D》的拍摄。我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呢，是一个充满仙气，而且会用古筝放招的角色哦。而且我很喜欢我身上这一套衣服，我觉得它飘飘的，然后很有仙气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欢迎搜寻我的粉丝团，只要搜寻林墨金就可以找到咯。好棒的女孩才能来我好棒的庄园。等一下，我要去当兵了啊！哦，我超想要演那种变态杀手的，不然就是很坏的啊，什么从森林里来的妖怪啊，还是做一个杀人魔的表情。杀人魔的表情哦，然后要发出声音的。好，就你要怎么克服你的声音太甜美这个障碍呢？嗨！好像很幽默的杀人魔。对，这是别人做不到。拍一下，那个花了大概200,000了，就是预算的，这周我们预算的20%了。来，等一下，你先打断你。没什么，还好。我们客户说，哦，你们拍得太好了，预算随便你们用。听说好像有请到那个罗志祥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戏是从车上跳下来，然后直接爆破。然后那个罗志祥跟我说：“我说我那要不要防护措施？”他说：“不用哦，夜导的戏不用防护措施，不用不用，我们全力以赴。”对，嘴巴张开，就是更害怕。你刚刚是比较含蓄怕，所以我就想要是那种快感觉快被强奸那种。No， 不要，这样会被禁播。要有点期待的感觉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对，因为一开始没表情过关。5、4、3，笑太多。这边的情绪可不可以再多一点，让我有点埋伏笔给观众的感觉？你可以，就是可以不用那么亮，不用那么的，就是三八，就是可以。两个隐藏任务。我这支影片的最后一个台词，我在拍这支影片的最后一个台词。这台词非常重要，是这支影片的重点核心。核心，对，不仅是女生，男生也是一样。看到女生，不要就疯掉，要你知道，保持一定。
台词是什么？男人的尊严，太自己看。爱自己，学会爱自己。变过来，变过来，变过来。哎、欸，小麦，我跟你说哈，爱别人之前要先学会爱自己哈。学会爱自己后，自然导演就会爱上你。只要学会爱自己，别人自然别人就会爱上你，自然别人就会爱你。知道了吗？这一个给所有女生的劝告。幕后花絮还有 Stable Cam。对。那个，给我一个漂亮的 track。三二一，拖出去斩！